们今天呢，跟大家谈红光的相应。那近期啊，我到了这个印度跟尼泊尔。到印度啊，这个也到了这个达兰萨拉啊，也就是达赖喇嘛那里。那会面的时候呢？就谈到这个，可以讲谈到了这个红光的这个相应的这个问题。达赖喇嘛本身呢问了大所应的四个境界，也问了大圆满的修持方法。这个都是我平时啊我在讲。所以当然我这个应对啊就如流。大所应本身是白教大所应里面呢、有四个修持啊，大家知道的修持的这个层次，从专一瑜伽、离系瑜伽、一味瑜伽，到了无修瑜伽。这是修持的四个层次，但是呢也有它的见地。它的见地啊，第一个要看到明点的光，第二个要看到金刚念，第三个要看到本尊，第四个就是现出佛土。那么一个行者在大所应的境界里面呢、时时跟佛土啊在一起的话，一定可以转化的。保持一个本尊跟佛土的境界作为永恒的话，一定是往生的。所以大所应的境界我一讲啊，这个达赖喇嘛一听啊，他就偏偏一直点头。另外他还问大圆满，这个大圆满的境界是红教的大圆满，那个叫大圆满的这个心锤、心髓，也就是心中心。他两个修持的方法，一个叫做彻切，一个叫做托克。彻切呢就是顿超，你在哪一个境界里面修持顿超法，每一种事情你都是超越往上的。 Talk 就是可以讲就是任因。达赖喇嘛那时候他就问我，这个 Talk 的话，大圆满里面这个 Talk 的话，我讲是无修，其实任运的状态之下也就是无修。达赖喇嘛又补充了一句，就是自然，其实任运呢、本身就是自然，任运就是自然，你顿超了以后就变成自然。无修的境界是最高的，这不是普通人修的啊。可见呢、这个卢师尊呢、跟达赖喇嘛本身的这个应对之中啊，就等于是一个红光的相应啊，彼此在对答之中啊，就是一种这个印证的一种境界。那个翻译的那个啊，那个喇嘛呢，他都不知道金刚念是什么。要看到明点的光啊，大所应里面要看到明点的光，明点的光聚集起来就是金刚念，金刚念啊显现出本尊，本尊以后再现佛土，佛的净土。这个境界一讲，达赖喇嘛他就知道了这个来的行者啊是怎么样子的境界。因为大所应跟大圆满啊都是最高的境界，白教最高的法就是大所应，红教最高的法就是大圆满。
这个必须要印证的啊，必须要印证的，彼此之间必须要讲出来的。像大圆满来讲起来，如何顿操？你光会讲顿操，顿操没有用的。顿操本身来讲就是一个生法，任何一种事，任何一种情况，你都能够生法。你升华以后啊，烦恼才能够解脱，净光才能够出现呢、啊。而且要止念头妄念很多的时候啊，你要能够止住。那么止住的方法就是一种顿操起来，才能够止的。要超越嘛，要升华，你能够止住那个妄念，把这个妄念呢、啊、本身转化成为红光嘛。这个是彻切的修行，很高深的，不是一般人可以修的。啊，大手印啊，它本身还要一步一步来。大圆满啊，马上止住就要顿操，然后再进入任运的无修状态。这个无修的状态啊，可以讲啊，不去整，不去治。完全自然任运的一种状态，是最高的一个大圆满法。啊，我在回答当中啊，这个达赖喇嘛就一直点头。啊，我也是应对如流啊，应对如流。这个是红光的这个印证，红光的一种相应。啊，今天呢、啊，假如不是这个深入经藏，不是实修密法，你不能够回答的这么详细的，不能够这样子啊，扼要的马上把问题都解答出来。啊，我们之间呢还谈了很多，谈了这个龙树菩萨的三论，啊，龙树菩萨的三啊的一些，还有这个祖师的这些论作，啊，像这个百论呐、啊、中论呐、啊。十二门论呐、啊，啊，还有谈到这个很多这个密教啊本身的这些这个仪轨，这个都是可以讲是红光的相应。啊，今天谈到这里 ，Om Mani Padme Hum。